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 FM 1212电台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NT 电台之灿烂的春季频道 FM 1212，我是 VJ 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212啊，我是小马。Hello， 这里是 TNT 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马的电台 Magic 2002 1212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好久不见的 FM 1212，我是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FM 1212，我是主持人马佳琪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旅行一定要拍很多照片的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还没去玩过鬼屋的马佳琪。我是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昨天做了一个美梦的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冬天游学的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又有虎牙又有兔牙的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YT 台风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佳琪。三位好，我叫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马佳琪。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我讲实话，其实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，我会幻想很多很美好的事情，但是我在改变，碰到的很多事情，我爸妈，还有很多在背后不知道，为我们做了很多支持的事情，你自己觉得很难受的事情，但是即便再难受，你再不愿意，你都要想着法子去整。觉得懂你的人自然就会懂你，不理解的人强求也不来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然后这和对错没有关系，人实际上是说服不了另一个人的，结果无非是更激烈的争吵，最后让大家更加不愉快。所以我一直奉行的是打理好我自己的世界，做好我自己应有的那一份。是好可爱的，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，对自己还是觉得会有一些危机。对我来说，好像没有人关注的时候是很长的，但是那个时候依旧在学唱歌，在学跳舞。觉得人在发呆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的时候，而且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然后没有不会被人打扰。我现在就是站在舞台上或者是自己热爱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幸福。我相信自己，相信天道酬勤。如果你们的快乐或是朝着目标追下去的动力有一点点是因为我们，那就记得我们曾经彼此互相激励过对方，与对方分享过一段旅程。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，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。我依然爱你，这是唯一的退路。去相信梦想，相信未来，还相信过去，相信可以一直炙热的燃烧着，一直热情的活着。
哪怕落下去了也是在发光，人生真是美好，要是牛没有跑就好了。